生气这样。我们来看一下他丑陋的内心。我要问的是，我有会不会有？那你看，谁都出来给大家看一下。其实你环境中是有。不喜发财，我永垂不败，像奥地利克总上百，信念永不更。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。是老马喽，今天有一个特别嘉宾要出现在我的 vlog 里面，他来帮我们全部人算个命。你们谁要算桃牌，你也是可以加去你家，看他要不要去吧。他在讲哦，他用他最新从来没有人用过的牌来开。对，我开了一副新的牌，所以新的牌是比较厉害的。对，专门为你开的，Only for you。OK， 所以塔罗牌这种东西，你只有自己懂，他有没有讲中，准不准？不过你要懂准不准，你不要问我，你自己找他算，你就懂了。这种东西只有自己懂而已。开始，来妈妈，你要问什么先？我很好命的，我便问命，问生。哇，很好命了啊！这是对你最大的肯定。阿姨很简单哦，我一会儿把牌给到你，你就像我这样子洗牌，然后你就心里想说我的健康状况如何。有这么上次我不是这样吗？上次我帮你洗啊，因为我们有见到面啊。哦，这样子会比较不准吗？不会啊，你怎么都是很准。讲他不准，他都不爽。其实阿姨从这个牌上来看哦。睡眠还是蛮好的，就是心血管系统和肠胃不是很好。其实一般就是有一点点年纪的资深美女都会有这样子的问题。人老了啦，要多运动啊。然后吃东西呢，吸收不够好。假疗逼啊？这啥意思啊？假疗逼就是浪费食物。现在到我们的第二女主角，她是要来问她的第二春的。问事业，那还是一样哈、哦。请问你有什么事业问题？OK。从这牌面上来看，做 YouTuber 会比较好。第一个是网卖嘛，因为网卖其实你也是蛮会卖东西的，但是你做一段时间会发火。就是网卖短期内，大家差不多三个月左右是蛮有运程的，所以可以做做看。那做 YouTuber 呢？有贵人相助咯，而且其实你的内容会蛮丰富的，不会像有些贵人就只有 vlog 咯，你可以做很多。但是就是差不多要六个月以上才会有成绩。继续努力啊，安迪，加油，不要去抢火条啊！再到我们家里的小霸王啊，他会不会走音乐？哎，其实蛮有可能的。再长大一点，他在这方面他会有自己的想法和计划，你们讲的他都不要听了。现在就。对，终于到你了。对对对，我们来看一下他丑陋的内心。我要问的是，我有会不会有女朋友？这胆子很大哎，真的是。哇，你看这死神都出来给大家，给大家看一下。其实你环境中是有男的，没有在骗的，就刚刚洗完就有出来。就男性缘很好，这个审判是什么？看上去好像女性缘很好的感觉，其实也还好。哎，好像是哎，你看我的 IG follower 78%是男的，都是国王的，所以死神呢？死神就是什么？死神就是没有什么妹妹缘呐、啊。截至岛其实他也不会真的去发展呐、啊，他就是嘴花花而已。算你准呐、啊！哦，现在我们要开直播了，因为我们开直播，我们可以算更多，因为开直播他才可以不用算钱。今天呢，我要教你们如何在家里拍全家福，拍不同的系列，就好像我现在拍儿童系列，家里人全部给我弄成这样，小朋友系列，白头发都出来了，还要穿小朋友系列。你看这个小朋友，小朋友你要吃零食哈，看到吃的不会动啊。拍 video 嘞，拍了就更多东西吃。再给你们看外老母，L Big 瓜，你看这个，看我弟弟。但现在这样的疫情，你哪里知道随时随地世界末日，对不对？一定要有做一点纪念。我们会拍几种系列，第一种系列是儿童系列，所以我们全部穿到像卡勒夫这样。第二种是什么？等一下你们看就懂了。但是你们在家里自己拍的时候呢，你们也是可以自己选任何系列，土匪系列也是可以，画刀疤海盗系列也可以，嘎顿系列也可以。我们现在要准备开始拍了。这个人，这双鞋你喜欢吗？喜欢啊，我们现在要开始拍了。
OK， 好，我们现在哦已经准备要拍了，所以他们全部站在那边这样一排，所以你们只要放一个脚架在这里，你们就可以自己拍全家福。COVID-19 不懂会不会世界末日，所以先拍比较好。OK， 来。OK， 我们已经拍好站住的了，现在要拍坐住，好像很好玩这样，好像在幼稚园这样的感觉。然后我们摆好 pose。OK， 来，我们现在有你打我，然后你吓到小雨，你看前面。OK， 来。OK， 好，可以了。在我们拍完了儿童系列，现在要拍温馨系列。温馨系列我就是用浅色系衣服，我们可以在家里拍，在家没有事情做，把全部人弄到这样忙。你看，在全家福里面一定会有这种比较温馨的画面的系列，所以我就选这个比较淡色的系列，因为之前我们拍的是这样子的。全家福系列 old school 的，现在我要拍 new school 的那种四方形，你喜欢吗？拍这个你喜欢吗？他的喜欢很勉强哎。OK， 我现在教你们比较不正常的全家福，就拿一个 block 这样子倒下去，不然就被压了。然后这边两个人旁边看，所以相机就从这边拍过来，这样一个 stand 住，这样子就可以了。然后他们就这样子坐在这边，然后我们就可以安排拍给你们看是怎样的。OK 啊，我要躺下了啊。OK， 一、二、三，哇！全家福正常的拍完了，我现在要穿一身黑，因为我要拍那种排架系列。什么叫排架系列？你看我家里人，这个是大姐大，这个是大姐大的女儿，这个是大姐大女儿的老公，还有一个来了。你这个是大的孙，你喜欢吗？这个衣服，这是 hip hop 装。我们现在要拍黑社会的全家福，自己爽自己玩就可以了咯。这个这样子穿哦，好像黑社会的大哥死掉，全部去那个丧礼。没有没有，老大的女人来了，老大的女人耍个狠。然后你会讲摆 pose， 你不可以这样，这样是 hip hop， 这样这样不可以，你要很凶那种。啊，对对对对。这个是他平时真正的他啊，那你不爽，那你不爽，哎。你现在是黑社会的，你不可以玩小叮当的。然后等一下哦，你叉腰拍，生气这样。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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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你有动吗？你刚才有动吗？你跟我讲。你有动来动去摇来摇去吗？有吗？你有没有动来动去？没有啊。OK 了，应该是 OK 了。老板来了。老板叫我拍，其实他是我邻居来的，是他叫我拍这个东西的，因为他的公司有做这个东西，所以你们要拍这样的东西，可以找他哈。拍下来，你们来这先拍。他没有。好。Thank you.他没有化妆，不敢上镜。没有，我要跟你讲一个东西。我不会，我没有拍到 story。点解嘅？因为有 vlog 啊，刚才他有拍到我一点点嘛，可是没有拍到 story。他直接脸变了。哎，我的袜子全部是空来的。OK OK， 这样啊，刚才这样子拍照好不好玩？等之后那个照片出来了，大家就再给你看 ，OK？ 以后还要再拍吗？不要了，就是扭转好玩。很累啊。这样子你以后还要拍吗？还要啊，累还要拍啊，爱美耶！你看这小孩子，拜拜，跟他们讲拜拜，拜拜。你觉得这样子拍这个全家福爽吗？好玩，好玩啊，喜欢啊，爸爸没有得拍啊。如果爸爸也在，应该是比较好玩，因为我的爸爸在家里哦是比较严肃的。严肃。第二套还应该可以了，第一套还应该不可以。不过现在家里又多了一个小瓜啦，哦，陪我的妈妈这样子玩耍哦。你会不会觉得我这样子做了 YouTube 过后，这样整天要在家里拍东西很麻烦？
会啊。哦，如果呢你们自己想要在家里拍也是可以的，其实一样就是这样 set 一个脚架这样子自己这样拍就可以了。然后如果你们也要弄成像我们这样子的话，哦，就是比较特别，因为在家里拍没有背景，所以他们这个公司就可以帮我们好像设计一个自己要的背景啊。如果你们喜欢的话，你们要你们就去下面那个 link， 你们自己去问他们。哦，刚才那个我拍的就是那个老板娘，现在我妈妈刚拍完，她现在没有看到成品。等看到成品，他就应该觉得，哎呦，原来是这样的，他现在不知道，所以没有办法问他那个感觉。好了，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了，来，你帮我结尾。看到红色的把灯，跟他攀下去。拜拜。